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就是孝敬两个字，所以不孝父母，不尊重师长，没法自救，那就没救了。只要能孝顺父母，尊重师长，程度再差都有救。给他讲伦理道德，他能吸收，他能够真照做。佛教的根也是在家这里，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，第二句奉事师长，说明佛教的根，成佛做祖的根，也是孝亲尊师。没有孝亲尊师，佛念得再好，不能往生，这个要知道。